这球那必须中低杆吗？对不对啊？一 K 黑八，这大海大海都买杆了，大海，这得给大海整一个啊！然后打三高杆，轻轻顶一下一号球啊，轻轻的啊！你顶完之后，你看这效果。打四，打四高杆一推，小点劲儿，哎，这就叫到七号球底带了啊！那这个球，老铁们啊，全场最难的一个七号球，高杆小粒薄进做一。一号一推，二号，哎呀，二号走细了，打二也行，这球，就打二的话，第一杆拉过来啊，拉过来叫一嘛，高杆啊，给点右侧旋转，走两库，这么走像高手啊，别走了，停，那这六叫八的话，这咋走都行了啊，咱就一个啥呢，高杆的右侧旋转，给点反赛，七库下来是最简单的。位是最细的啊，你要走直点来个无敌风火轮啊，感谢老铁支持，欢迎关注，谢谢 ST 板正啊。 Nice， 点个关注吧。